你好，欢迎来到中原工商铺的铺位介绍，我是小美，今日介绍的是位于天后的铺位。铺位面向琉璃街，建筑面积约900尺，有三上电力来去水，由一间连锁品牌面店经营多年。琉璃街贯穿住电器道、英皇道和银幕街。铺位位处天后的美食段，对面有两座分别在2019年尾和2021年初新落成以美食为主题的银座式商厦。铺位行去天后地铁站 A2 出口，只需要约3分钟步程。英皇道对出亦都有贯通港九新界的多条巴士路线。所谓民以食为天，这里汇聚了北角半山、天后、大坑以至铜锣湾的食客和高消费的人流。如果你对上述铺位有兴趣，欢迎联络我中原铺位部小美。